志峰啊，这是咋的？咋的了？你看不出来，我让人给削了。二米粒啊，二米粒的手怎么这么勤快？咋天天削你呢？什么玩意儿？二米粒啊，是外人。谁呀？我告诉你，大姐夫，俗话说得好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亲妯娌。谁能为我两肋插刀，只有一袋挑。必须给我报仇啊！好好好好，在哪儿啊？二号楼门前啊！你说刚才黑灯瞎火的削我都没看着是谁。赵经理啊？咋的了？赵经理，我让人削了。我的妈呀！你也被人削了？妈呀！二姐夫又让二姐给削了。你二姐夫咋那么亲近呢？老削你呢？去你的！这回不是你二姐，谁呀？二号楼门前不知道谁给我削了。妈呀，赵经理啊，我也在二号楼门前让削了。哎呦，胆儿太大了。哎呦，这家伙，你俩都在二号楼被人削的啊？你这事得管呐、啊。这人挺厉害呀。啊，这一削削俩呀、啊，这是、啊。这什么情况？跟我说一下。就在刚才，二号楼门口，我去取车，我在看车，我刚。要拉车门，我就窜出来了。我砰一电炮，我没抓住他，他撞树上了。对上了，二姐夫，你下手太狠了。好你个小鱼，你敢打我啊你？感觉全是腥啊！哎呦，你可太狠了你！行，我明白了，刚才你俩在二号楼互殴来着，是不是？我没想到他能干出这种事来。赵经理啊，你听我说啊。他把我打了啊！你把人打了？你胡说！我是业主，他是保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都是物业啊！我可是业主，他敢打我，你可不能向着他。他打你了吗？当然打我了。我小鱼啊，这我得说你啊，这你不对啊。咱们是保安，对不对？咱们是物业，咱们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咱们不能跟业主动手，业主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明白不？听见没有？我大姐夫说了，我是业主，我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。就是你们物业的爹，你们物业怎么能打爹？对，你怎么能打爹呢？什么爹呀？你干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说话？你看看你管不管？我跟你说，赵经理，我冤枉、啊，我跟你说，他打我，血口喷人，你还要打？你还要打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打我，我能打你啊？谁要打你啊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自己撞树上了。哎呦，街坊邻居，你们信吗？我这么大俩眼睛啊，我撞树上，我瞄得这么准呢，我。你瞄得太准了，小区刚摘的树啊，就这么粗，你叭就给撞折了。你太狠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先别说别的，赵经理，我告诉你，哎、这个树属于我们小区的公共财物啊，他得赔。顺风啊。你把我们刚栽的树给撞折了，对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你得赔，你必须得赔，你赔给我问问多少钱，你掏钱，我给你开发票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撞树了啊，那也是你们的责任。怎么是我们责任呢？你们采购树的时候，你质量不合格啊。怎么质量不合格？要是合格的树，结实的树，我能撞折吗？你要是种上的时候，你套个钢管，我能撞折吗？套个钢管，你脑袋就折了。我不管啊，二姐夫啊，你放心，这就赔吧。你放心，必须赔。啊、这你放心吧。啊，行啊，行。行，小鱼啊，赔。既然我大姐夫说了啊，我赔。行，不就一棵树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有钱啊、嗯。哎呀，不就是赔树吗？赔，我赔。行，还有事吗？没事了，没事，走。再见。志鹏啊，你真行、啊，你怎么把我们刚种的树就给撞折了呢？你还怪我？你这物业没事种些个破树干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种些个破树啊？我们这是绿化小区，你绿化小区你种点仙人球多好啊！种了仙人球你就成漏勺了。哎呀，赵经理啊，我漏了，怎么了？我好像挨揍了。哎，他打我了。哎，哎，你这个保安你有完没完了？是你要打我？谁要打你呀、啊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自己撞树上的。哎呦。我这么大俩眼睛，谁信呢？我瞄得这么准呢、啊？你瞄得太准了！哎呀，小鸡刚栽树就这么粗，你叭就给撞折了。我撞折了，我撞折了，我赔呀、啊！赔完了，我赔完了呀！是啊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了，没事，走。我都不对不对，啊，他给我打懵了，打懵了。没事，我呢？我跟你说，他是在哪停的车呀？他把车停在小区地面上了。哎呦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
哎，田顺发，哎，我不停地面上，我停天上啊，我在天上停着那是飞机，飞机也停不了，它也得停地上啊。你见过飞机吗你？田顺发，你怎么又在地面上停车呀？那我停哪儿、啊？咱们小区三令五申，一定要停到地下停车场。停地下停车场不得花钱吗？我跟你说这事儿啊，之前的事儿啊，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。大前天，二姐夫，你把车停在了三号楼门口。让我们队长知道了，这家给我熊的，把我熊的跟肚子似的，我搁那包啊！哎呦我，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把车停在三号楼门口？我左等右等，我左等右等，突然尿急，我要上厕所，可是我三分钟就回来了。哦，车开走了，气人不？三分钟就开走了？这怎么不算啥啊？前天他又把车停在五号楼门口，嗯、我这个我死等，我必须要等，我看是谁。嗯，尿急啊。又上厕所了啊！这回我两分钟回来的，车又开没了。不是二姐夫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咋把我上厕所的时间掌握得那么准呢？这还用问吗？天天拿个望远镜在家里边瞧，明白不？他拿望远镜不瞧别的，他就瞧你什么时候上厕所。臭流氓！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小鱼，你这个车、哎，我不就是乱停个车吗？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啊你啊？我不盯着你能行吗？赵经理，我跟你讲啊，嗯。再不盯着我，这些奖金全扣没了啊！啊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不仅跟我就是赔礼道歉，你还得跟我们班长解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告诉我们班长，不是我能力不行，是你这个业主太狡猾。说你呀，啊，小鱼啊，这样啊，这个事儿我有责任啊。他是我的亲戚，好，这么着吧，回头我跟你们班长说，奖金的事儿你放心啊，从我这儿扣，好吧，跟你没关系，好吧，赵经理，哎。你就同样是做姐夫的啊，差距太大了。你就是个树啊，他就是个葱。我告诉你，你有完没完啊？咋的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看在扣你奖金的份上 啊，我乱停车我不对，我给你赔礼道歉 啊。现在奖金不用扣你的，扣我大姐夫的，行不行？行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。走，再见。你说钱顺顺啊？不是我说你，我怎么了？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说你弄这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把人家打了，人家没跟你提就不错了。哎呦，他个傻子！哎呀，我打他这事儿他早就忘了。赵经理啊，不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我好像挨揍了呀。哎，这个傻子又想起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好好想一想。他打我了，你是不是没完了？谁没完了？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啊啊！是你要打的我。谁要打你啊？我这儿怎么回事？你自己撞树上的。哎呦，我瞄的这么准呐、啊！你瞄的太准了，刚在这时候就这么准，叭就给撞折了。我赔钱了呀，赔完了。对呀，啊，还有事儿吗？你在小区上地面停车呀？我乱停车，我给你赔礼道歉了呀。对呀，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，走，再见。不对呀，挨揍了呀！是你要打的我，也打的我，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撞树上，等会儿。你俩这智商都有点问题啊！没问题，他打我的，你打我，不是打我，别再说了，都别再说了。这么着，你们俩到底谁打了谁？他打我。这么着，咱们来一个情景投放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这儿啊，这就是三号楼，好吧？这是那汽车，好不好？你们俩来演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你敢演吗你？我当然敢演，一五一十的演。好，快点来吧，赶快，来来，开始啊，开始，好好。就在刚才，二号楼门口，我去取车去。我在看车，我刚要拉车门，叭我就窜出来了，尴尬。你看这角度完全一样吗？对吧？正好糊在左眼上，上来就一碰。这是对对，你打的。不对，你小子是不是落环节了？我落环节，你撞树上那番啊？你跟这树没关系。落环节了，我没落呀、啊。落环节再来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敢不敢？敢，抓紧，抓紧，一五一十的来啊！来，妈再来一遍啊！信了，这回不许落啊！来，开始。就在刚才，二号楼门口，我去取车，我在看车，我刚要拉车门，叭就窜出来了。干了，你，这没错，再次证明是你打的。你落环节了，我没落。你落环节了，没落。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。
咱就从这儿来啊。行，从我穿出来。从拉车门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慢动作。慢。慢。大姐夫，你看好了。我看好，我看好。慢动作来。慢来，好来。我刚要拉车门，我就穿出来了。停。你这是要干啥玩意儿？你这是要干啥玩意儿？大姐夫啊，你看看，他就是要打我呀！谁要打你？我这是要打你啊！你这是要干啥呀？我这是要给你敬个礼。人家是给你敬礼，你这是要给我敬礼啊？你这敬礼是谁教的你呀？我。啊，怎么的？我不信。怎么不信呢？你怎么会这样敬礼呢？我们都这么敬啊，多标准啊！这多标准呢、啊！来，小鱼来一个，不用了，立正，敬礼。多标准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街坊邻居们，这太像打人了。是吗？那行啊，我明白了。不是小鱼、啊，我真以为你要打我呢，我才给你这个电报，完全是一场误会。哎呦我，你说你也是，我就停个车嘛，你通知大姐夫告诉我不完了吗？你老盯着干什么玩意儿？站那啥也不干呢？你啊？不是二姐夫，赵经理，啊，我不盯着能行吗？怎么的了？那车一共四扇车窗户啊，它三扇没关呢，电脑包就在里面，我不看着能行吗？丢了咋整？哎呀，你看看，啊、你看看这小鱼啊，现在。也没关吗？这厂子呢？你干啥来了？你不给我看着呀？没事，队长看着呢。顺风啊，人家可全是为了你呀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看人家这事真是怨我，人家是个好小伙子，是个好保安。你好好谢人家吧。是我正式的向你道歉。你呀，我习惯了呀。你快走吧，你呀、啊！你交给我了。哎呦，我去关车门去。我说小鱼啊，小鱼啊，哎呀，没事吧？有事儿啊？不是，赵经理，哎，商量一下，咱这个敬礼动作能不能改一改？要改一改敬礼动作是吧？对，那意思怎么改呢？敬礼。